看看啊，看看我们猪的酱面多好，冬夏吃鱼真方便呢。瞅瞅，哎，看瞅瞅，哎呀妈，真有啊！这咋大泥豆腐了？这是啊，一样，这真多呀、哎！瞅瞅，这咋就是一下没少整啊？还真不小呢，哎呀妈呀！看看啊，看看我们猪的酱面多好，冬夏吃鱼真方便呢。瞅瞅，哎呀，看瞅瞅，哎呀妈，真有啊！这咋大泥豆腐了？这是啊，一样，这真多呀！瞅瞅，这咋就是一下没少整啊？还真不小呢，哎呀妈！吃鱼真方便呢，瞅瞅，哎呀，看瞅瞅，哎呀妈，真有啊！这咋大泥豆腐了？这是啊，一样，这真多呀！瞅瞅，这咋就是一下没少整啊？还真不小呢，哎呀妈！看看这样能不能抓着？看这样能不能？哈哈哈哈哈！哎呀我的妈呀！这大会儿呢，不到这几分钟我就摸这些，瞅瞅，哎呀我的妈呀！啊，你也摸着了？哎呀！哎呀！快，啥玩意儿？
慢点慢点，别吓我跑了，后面开始抓，快快快快使劲，哎呦我这边的半边天，快点快点，一会儿跑没了，哎呦我这这边，哎呦往这边的，哎呦我的妈，这老些鱼咋这么大，我没见过这么多鱼啊，快抓，一个人别让他跑了，快点快点，在这边，快点这边的落这边，哎呦我这家伙后面有大的跑了。鱼真方便呢，瞅瞅，哎呀，看瞅瞅，哎呀妈，真有啊！这咋大泥都漏了？这是啊，哎呀，这真多呀！瞅瞅，这咋就是一下没少整啊？还真不小呢，哎呀妈！快看这位大爷下手太狠了，看着眼前的冰块，就和自己的仇人一样砸得支离破碎。看到最后才明白，原来冰层下面藏着宝贝呢，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真奇妙呀！这大底子，看看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，你也摸着吧？这大底子，看看。哎呦我的妈！